家辛苦了，五天的演唱会，谢谢大家一一支持，一一报道，一一相伴，谢谢大家。好敲碗的，每一天都唱不一样的。其实决定完之后，觉得有一点整到自己跟整到团队，可是我们终究完成了。我快把喉糖吞下去，对不起，快生吞喉糖。爱存在这美丽新世界，我喜欢自信的感觉，我看见你微笑像天使。这个是SH 三加一的一个最珍贵的话，然后谢谢他们愿意来，然后支持的我，也谢谢他们一路这样支持的。三月份我们一拿到场地，我想要有嘉宾的时候，我就立刻询问他。三月份的时候，他的预产期还是在九月多，快九月底吧。因为我自己也没怀孕过，我不知道就是预产期的前一两个月有没有办法站上舞台。那他结果也没有怀孕过，所以他就说，他觉得可以。然后 Selina 就说，哇，他那个很肚子还很亢奋，自己的心情也很亢奋，所以我有点熬夜到天亮才睡得着这样子。老娃，我就觉得我选的歌好适合疯子的情感，然后进而可以进入那种疯狂的歌曲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那个互动，大家在音乐里面，我觉得很棒。安普就是最好的时光，我觉得他让我觉得好可爱好暖哦，就是很可怕，就是更爱这个人了。一日一日我往前走，在一年一年喜悦丰收，是那些寂寞让我成为我。唯独跟光汉没有互动，我觉得那样的安排是最棒的，因为他很难得唱歌，所以我觉得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在我们两个人合唱上面，我觉得是最最最好的。看着他那个牵手之后，大家都觉得你们很搭。我们很搭，对啊，我百搭。歌吗？经历过聚散和离分，也许承受过怀疑眼神，真的是。我刚刚有说清风是，我刚刚说什么啊？我是说他是什么催泪小皮蛋，因为他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贴心的朋友，然后你就四目相望，就会有一种灵魂交汇，觉得很就是哇，就很感动。那因为演唱会，所以演唱会的前期前近几个礼拜，我就没有在打球跟爬山，因为怕有一个不小心受伤了。现在演唱会完，我就可以耶， yeah， 开始去打我的羽球，爬我的山了，开心，期待。新专辑的进度可以说，新专辑没有进度，已经给你们新单曲了。